五妹妹来了，二姐姐辛苦了，应该的。五妹妹辛苦了。王爷好。什么事如此开心？王妃说了，让我们微笑服务，热爱自己的生活与工作。王爷见到我们开开心心的，自然心情愉悦。心情愉悦有利于王爷的身体康复。 在王府里没有任何事情比王爷的身体健康更重要了。亲爱的同事们，大家早上好！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！我们的目标是王爷安康，我们的口号是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。我们的服务理念是。 他倒是挺会蛊惑人心的。王妃对下人慷慨，为人又和善，很受拥戴。大方慷慨？他哪来的钱？属下只是听说，王妃将一些闲置的铺子做了一些安排，给王府增添了不少收益，还以王爷您的名义给一些穷人施粥。现在百姓对王爷都是赞不绝口，自发的到庙里为王爷祈福。 他把我生病的事情说出去了。没有，王妃只是对外说，只要王爷身体康健，便无人敢侵犯我国疆土，百姓自能安居乐业。祈福？他一个武将，哪懂得这些收买人心的事？倒是那个梁红，最擅长利用舆论造势。 是啊，百姓对长沙王的言论与以往也大有不同。我果然没看错的，若我得位之时，他定能助我一臂之力。可惜，王爷，你如何确定此女子就是天选之人？ 据我所知，她并不知晓自己的生辰。王爷有所不知，此女子有不为人知的身份。什么身份？不久前，落霞镇突然出现了一个采阳补阴的女魔头，不少男子惨遭毒手，此人正是梁红。他身有阴毒，发作之时必须要男子的阳气方能压制，而王爷的毒性属阳。 王爷，您歇着呢，我这调制了一瓶风油精，这个对治头痛有奇效，您尝试一下。王爷，您就放我走吧，我就是一小老百姓，我实在是配不上长沙王妃这么尊贵的身份啊。你入府后做了这么多事，有何目的？ 王爷，看您这话说的，我在这王府，您管我吃管我住，那我肯定得拼尽全力为您效犬马之劳啊！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王爷您能早日康复，重振雄风。好好说，你想要什么？那我就直说了。说。我想要您头上这颗珠子。 王爷，我一看您就知道您是慷慨盛名之人呐！你下去吧。那什么，还有一小小的事儿。说。我能不能回趟家呀？
那天您突然就把我从家里抓出来，我弟弟肯定都担心坏了。我想回去报个平安，我保证速回。去吧。谢谢王爷，我回来啦。姑娘，你回来了，你可安好？安好，安好，我好着呢。他有什么消息吗？姐姐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伤成这样了？看到姐姐安然无恙，我就放心了。小莲，你说。昭文，你们所有人都出去，没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还有，去把城里最好的大夫给我请来，立刻马上。是。小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日姑娘被劫走，我与赵文都十分担心。后来得知姐姐在长沙王府，赵文便去寻姐姐，可是根本进不去大门。赵文心急，便与他们起了冲突，侍卫就动手了。这帮畜生，下手怎么这么重？姑娘知道赵文的性子，他每日都去，每日都遍体鳞伤的回来，可仍是没有姑娘的半点消息。每日？你傻吗？姐姐生死未卜，音讯全无。赵文夜不能寐，赵文只恨自己无能，没能力保护姐姐。你这孩子，你这孩子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儿啊？你要是死了怎么办？姐姐，是赵文蠢笨，早就应该想到姐姐聪慧过人，定能逢凶化吉。今日这般让姐姐伤心，是赵文的不是。大夫呢？大夫呢？大夫怎么还没来啊？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啊，王妃不必担心，没有大碍，待我开个方子，调理一段时日，便可痊愈。可听到了，大夫要你好好休养。还有一事要麻烦您。啊。您帮我看一下，这副药渣是什么成分？好。这都是些滋补养血的补药。并无猫腻，也没有不妥。并无不妥。谢谢大夫啊。那您去开方子吧。哎。宋老板，听说你有长风的消息。你可知你为何成为天选王妃？我是想知道长风在哪儿。天选王妃的血液可以治愈长沙王体内的淤毒。所谓天选王妃，不过是养在府上的一株解药吧，他们会慢慢抽干你的鲜血。这种鬼话也有人信？这都是谣言。传此谣言之人，就是要借你杀掉长沙王，而策划此事之人，便是萧长风的亲舅父。